媽咪就我中意整啲包硬硬地嘅硬皮包，咁佢冇乜牙食，應該都食唔到。係啊，近排咪都主要都係有時間就都會陪住媽咪，即係話買嘢咁樣。比較係咯，即係每個禮拜固定個時間啦，咁啊，同埋其實都咁啱啦，即係呢兩年疫情，其實所有人都飛唔到，我覺得都係一個最美好的安排啦。咁同埋佢個身體都係有時好，有時又差啲，有時好，有時差啲，咁所以我都好想多啲時間，即係每個禮拜點都一定要抽時間同佢一齊，出下街又好，喺屋企陪佢又好，呢個係對我嚟講呢個階段相當重要。係，佢有冇都之前你自己上身過咧？即係上身過好藝術感噶嘛？佢好中意啊！佢我同佢好高興話：哇，賣得咁好啊！五個禮拜冠軍，咁佢老人家都好開心。又話邊隻歌越聽越初初聽麻麻地啊，跟住聽下又幾好聽，好多意見。不過我覺得應該最開心係我喺天家嘅爸爸咯，因為佢一路其實都好鼓勵我做歌嘅。係我想今次是他應該在天之靈應該挺安慰的，會不會都已經有些 project 是比較突破一些的？其實這個唱片裡面的歌有些東西都挺突破的，他的 MV 或者歌路其實都挺不一樣，我比較意外，原來我的歌迷都是可以接受得到，還有一個這麼另類的一個 MV， 都算是踏出了自己另外一個範疇的第一步。